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朋友们如果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我带孩子们去豆制品厂，你不能怪我吧？哎呀，这事儿也不怨你，怪你干啥？走吧。你去劝劝爹，妈身体不好，别让妈着急。行，一会儿我劝啊。哎，你上那豆制品厂，你爹知道吗？我给爹打过电话了。行，走吧。给你塞到坐里头，你像猴子似的，你跳出去，不给你搁后备箱，你能回来吗？你人手大，你妈闭嘴，全屯都知道。别揪揪揪，这么吵了，你上位。走了，你咋没拦着点呢？这事儿我咋拦呢？还咋拦呢？走了，什么意思？离家出走了？你吵吵吧，这回随便吵吵了。对，走吧，给我骂。别说话啊！王永蒙走了，我也没什么吵的，跟你也吵不起来。但有一点，给我记住啊！你告诉王永蒙，你们俩必须把这个订单怎么给王兵的这个事儿给我交代清楚啊，否则我跟你们没完。爹，这事儿我定的，分给王兵一半订单，然后挣钱也一人一半，这不好事吗？为啥分给他一半啊？咱家有那些员工吗？不够用，咱慢慢干，凭啥分给他一半啊？再说这事你们跟我商量了吗？我也不爱跟你吵。你跟我吵啥呀？妈，你也去得了呗。上哪去？你妈上哪去？上豆制品厂啊。上那干嘛？住呗。那是老王家，这是老谢家，你愿意姓王你上那儿去。在家你老气我吗？气不气妈跟你没关系，听明白没有？这你没有权利说我，你想姓王你赶紧走好不好？你说的啊。对，行，我走。哎，走错了啊，你要走往那边走。我走去那家。你干啥呀？你把儿子也整走干啥呀？你懂啥呀？啊，那王小萌自己领孩子上豆制品厂了，白清一个大光棍子在那等着，完了王明时不时的还往那出溜去，不让薛永强去干嘛呀？啊，你脑袋想啥呢你呀？服了，服了，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呀。那你就对了，你那花花肠真多，你那肚子都是弯弯的吧？姐妹，你可别说话了，花花肠没我呀，你们就寻思去吧，让人卖了都得替人数钱。你咋来了？啊，我陪你一起住来了。咱爹能同意啊？他让我来的。爹让来的？啊。怎么的？爹同意分家了？同不同意分家现在还不好说，反正他让我来的。咋的？你不欢迎啊？欢迎。你看我这屋布置的怎么样？
啊，还挺好。哎，那孩子来住哪儿啊？隔壁不还有一个房间吗？腾飞来了住那个，然后让腾龙腾凤跟姥姥姥爷住。哦，那行。哎呀，爹，你怎么过来了？啊，爹，永强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哦，你爹咋样啊？回去又琢磨呀？没事了，还没事了？我是真怕他呀，我恨不得跪地求饶啊！这你说碰瓷儿碰我这来了，就躺在地下凉不凉？我都怕冰着他。你跟你爹商量好了？不行，你就赶紧回去吧。你这整大包小流的还搬过来了，一会儿又来捉来，我可受不了他。哎，爹，你别说。我也不想说，我是说他爹，我不是说永强。你是好孩子，我也知道你孝心。当初你们俩呀结婚的时候，我就说，别跟他在一块掺和，你惹这些事儿，我这一天老烦心了都是。行了，我不说了。嗯，那个锅碗瓢盆啊，爹都给准备好了。完了，缺什么少什么，你再跟我说，我再去张罗。不缺什么，爹。嗯，那你俩聊吧，我把大门赶紧锁上。那一会儿星又竹幺蛾子又来捉来了，我都合计好了，永强。嗯，哼，不行，我上集上，我买条大狼狗，我拴铁门上。哎呀，那不用吧，爹。啥不用啊？现在人是看不住他了，就得搁狼狗对付他。你不用害怕，就吓唬他。你俩聊吧，啊，我去把他门锁上去。我走了。真买狼狗家，买狼狗啊！宋晓峰跟二丫在我们山庄的直播，成功的推荐了我们山庄的知名度，更多的吸引了游客，增加了我们山庄的效益，使我们山庄啊一改去年一直亏损的局面。其实这些呢也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宋晓峰跟二丫。接下来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董事长李成先生宣布第一项决定。鉴于宋晓峰同志最近废寝忘食地为山庄直播，给山庄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我们通过研究决定，从今天开始聘请宋晓峰先生为我们象牙山温泉度假山庄的总经理，负责网络市场部。掌声鼓励啊！有点突然吧，掌声太突然了。晋升总经理这么快吗？这横幅不都挂一天了吗？我看见了，但就这点业绩，顶天也就晋升一个总经理助理啥的，怎么一下就跟我平级了呢？你说经公司研究决定，跟谁研究了？这山庄也有我家股份，我怎么不知道呢？木生，我不是大股吗？我是山庄的董事长，我觉得我有权利去做这个决定，我跟我自己研究的，不行吗？行，可以。我没记错的话，市场部这边应该是我负责吧？你刚才说那个任命副市场部啥意思？他是网络市场部，他是线上，你属于线下，就给我整下线了呗。线下权力呢？权力一人一半啊。行，可以。找我有事儿啊？没事，我就来
过来看看你，别上火啊。其实，妈，我也不想搬，我现在实在是没办法。妈理解，你都嫁过来十来年了，你爹啥样人谁不知道啊？有过我没能耐。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你啥样我心里更有数。我要能拐了你爹的话，哎呀，我主要担心的是腾飞的将来。你说一个男孩，性格唯唯诺诺的，还有点自闭，也不与人沟通。你说这性格一旦形成了，将来可怎么办呢？妈理解，尊重你们年轻人的选择。我也不是来劝你回去的，我就寻思，你要是忙不过来的时候，接送孩子啥的，你就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信就到。妈，你能理解我就好。行，我一会儿就过去。我这边有事儿呢。好嘞，好嘞。行，那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你快忙你的吧，有的是事儿呢。我走了。那我送你回去吧。哎，不用。你有啥忙不过来，你就给我打电话。放心吧。我现在是总经理了，是吧？对呀。属于是线上的人了，那我讲话是不是得上去讲？你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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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啊！来，掌声来！不好意思，吴生，那啥，我。坐哪儿啊？那平底上，你给那个宋总来搬个椅子。不是，把椅子搬给他，我坐哪儿啊？求我干啥？意思让我给他腾位置呗？不是那意思，木生。行，可以，坐吧，宋总。不好意思坐呀。那有啥不好意思的？行，可以，他坐，我走。穆少，慢跑。这闹笑急眼了。那我接讲啊，你讲吧，讲吧，来，来，张部长来。大家呢对我非常熟悉啊，我以前呢就是这儿的保安，后来呢当上总经理，后来呢下来了又当保安，完之后又上来了，当的秘书，是不是啊？现在呢又上来了，这人生就是这样，三起三落，过到老啊。我在这里，我说句心里话，感谢我兄弟，不是，感谢我这个我们李董事长啊，对我的抬爱，让我回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了。以后我决定，生是山庄的人，死是山庄的鬼，往后余生全是报答。好，好。那个以后呢，我和二丫啊，我们俩是那个在网络这一块，我俩是搭档关系啊，不允许大家说胡思乱想，我们俩就是亲密的战友，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在线上这一块为我们山庄立功，为我们山庄添砖加瓦。
啊，讲完了。讲完了，讲完了，干啥呢？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董事长宣布第二个决定。第二个决定是啊，第二个，第二个决定，我们正式聘请二丫女士为我们象牙山温泉度假山庄形象代言人。好，那个有请我们的直播女神给咱们讲两句。好，来讲两句来。我就别讲了，快快快！哎呀，快快上前面讲两句，快快快！掌声鼓励。我也不是啥女神，我就是普通人，我也不会说啥。说得好！好！好！说呀。不但想架空我，还想撵我走呗。钱呢？签完了吗？都董事长，我再看看吧，这头一次办这么大事儿。看一下合同，不用看呐，我还能骗你吗？你就赶紧签上得了，别费这事了，赶紧签。行，那我知道，董事长不能骗。干啥呢？嗯？干啥呢？嗯，签合同，对狗场了。啥合同啊？狗场出队，对给谁了？对我了。这狗场兑给你了，对呀、啊。行行，完了，这合同不是我让你上这帮帮忙，怎么据为己有了呢？成你的了呢？我现在是属于帮你们家忙，你家遇到困难了，经济有危机了。谁说的？啥危机呀、啊？嗯。啥意思，爸呀？我想问你啥意思呢？不是，那咋的？我在咱家就属于空气了呗，现在。谁拿你当空气了？我这回来就准备接狗场呢，大干一番呢。你接啥狗场？你不搁山庄干挺好？你到底想干啥呀？山庄我不能干了。咋的了？我现在就想把狗场接过来，我就感觉这狗比人有感情。你是不是搁那又没干好啊？又跟人干仗了吧？不是没干好，一会儿我跟你说。你先别签了。这作废啊！哎，别动，已经签完了。多少钱呢？转让的？干啥？你搁哪来的钱呢？关键是，我借的钱呢。你是不是跟我干钱？你贪污的？我从来不干那事儿。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谱？不是，这穷的都快穿不上裤子了，怎么搁哪来的钱？这说对就对下来了呢？这刚刚好容易有人对呀、啊！你这干啥玩意儿？还搁你那贪污？你有啥呀？贪污你了？你怎么这样呢？说话呀！那你兑给我吧，拿钱，我兑你。爸，干哈呀？咱爷俩还需要钱吗？还别整这没用的。我现在需要钱，水厂那头已经都不行了。水厂咋的了？用钱。你俩要回避一下。来，我们自己家事自己解决。走啊！寻思啥呢？走的不是我，应该是你。现在这个狗场合同已经签完了，这狗场是我的了。不是你跟谁俩说话？干啥呢？我跟你说啊，王木生，你就摊着一个好爸。你要没有这么个好爸，你都赶不上我闪电，你信不？你装什么犊子？你跟我俩呀？董事长呢？干啥呢？干啥呢？那这离开我两天，还跟我俩支棱上了。你说干啥？干啥？那啥，你先去，一会儿我跟你说啊。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合同签完了。小样的，你记住，成不了这事儿，我是合法继承人。你要敢毁合同，你得赔我双倍。完了，签完了。这个人可真执着，一遍一遍的发。还是那个曾经少年呀？是。他要干啥呀？想约我吃个饭。哎呀，他说了多少次了？我说没时间，还是不停的发信息。妈，你觉得那老头人怎么样啊？人倒是挺好，也很支持我。咱家的水啊，他也买了不少，可是总想见面和吃饭，这不行呀。我倒是觉得那老头要是人还不错，你们这么大的年龄，就当是交个朋友呗，吃个饭也无所谓的事儿。哎呀，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想法，而且这么大年龄了，妈也是怕影响不好。那能有啥影响啊？那就是个普通朋友。你咋那么大火气呢？我情绪中暑。什么暑？情绪中暑，就心焦，心燥。我准备回来这收狗场了，你这又兑出去了。你说爸，那咋回事啊？水厂咋的了？资金出问题了吧？你开这个水厂前，你就应该把它交给我，就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效果。你要想上水厂。你先搬水，干啥？搬水，运水。那你去吧，我不去。要不要脸呢？要不是要不要面子啊？要什么面子？那让人家一说好说不好听啊，一说王大拿儿子搁这搬水呢。你再说了，我去搬水去了，人家搬水那些工人，那不就下岗了吗？咱你要能把水搬明白呀、啊，我这脸上就光荣了。一看这是人王大拿儿子搁水厂搬水呢。这才是真正让人骄傲的地方，你懂吗？拉倒吧，有啥骄傲的？要不你这么的吧，我直接搁那干个餐饮得了。啊？我就直接拿小盆儿往水厂门口，我往那一跪，我呸个背，这给多少算多少。那叫开餐饮，那不要饭去吗？你不怕磕碜吗？那我就要饭呗。哎呀妈呀！你别生气，爸。别，我这逗你玩呢。水厂我太操心了，最近。你妈那直播我也闹心，那么大岁数了搁那，哎呀，我就看不明白。我一是心疼，第二我瞅这家庭有点不太稳定，有不少大哥啥的那叫我搁那刷钱，你帮我看看，看着点儿，别的先不用做，咱先把家保住，行不行？明白了，爸，你这属于是情感危机呀、啊，你是到更年期了，你放心吧，爸。这个任务你就交给我啊，我到那我先成立一个监事会，我担任监事会主席，我不光监视我妈一个人，我把她整个全监视起来。我不是让你监视啥，账啊这那你都别管，看看你妈搁那都跟谁接触，咱最后别把你妈再整没了，咱就彻底啥都没了。我懂，我之前的妈都没了，这现在就剩这一个妈了，我必须我把她守住啊。我要是再把杨小燕弄丢了，我就是失职，你放心吧。哎，大哥，这回你又重新回到总经理这个职位，靠的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好样的啊！没有，人生啊，就像直播，有时候人少，有时候人多。不一定，大哥，不管怎么说吧，咱哥仨终于又回到统一战线了啊！是啊，咱仨一定要好好工作，把这个山庄做起来。好，加油！干吧！多好，那地方好看吗？到老那天，咱哥仨就在那盖小房，就在那住着。好。上去，咋上啊？到那时候就缆车了，坐缆车刷一下就上去。下来呢，咕噜下来。范总，你不等，不等。干啥呀？在这个可喜可贺的日子里啊，送上我们保安队最热情的祝福，兄弟们，
上才艺，宋总，宋总，恭喜你，恭喜回归总经理，一生一世拥护你，永远铭记我心里。一级 M， 一级一级 M， 一级 M， 一级一级 M， 经理，李斌。新花样啊，一级 M， 一级 M， 什么破玩意儿？开心不吧？兄弟们，这准备老长时间了。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来吧，咱们先，咱们先干一个，干！恭喜小峰！这不是酒啊，这人啊，不是酒就对了。我给你俩倒的是水，我这是酒。怎么不倒酒呢？倒水干啥呀？你这孩子虎啊，能倒酒吗？倒酒喝酒对孩子能有什么好处啊？这要青莲，你要给爸的生一个大外孙呢，这就是双喜临门了。跟你说，知道吗？小峰，嗯，那个艾灸条你用没有啊？用了。撒谎啊？没撒谎。你看你撒谎，你都脸都不红，还没撒谎。艾灸条我都看了，一个都没动。你俩到底怎么事儿啊？青莲，怎么事儿？你们这是？哎，爸，那个艾灸条根本没有像人家跟你说的那么神奇。你说是不是被人洗脑了呀？对呀，我洗什么脑？洗脑啊？你俩呀，就白瞎我这份心思了。你说我是，哎，花多少钱不说。那个药多少也得起点作用吧，艾灸条啊，是不是？能一点作用不起吗？对，有多少得，应该是有点作用。那对呀，对。那有作用怎么不灸啊？有作用啊，不灸啊？灸啊！就马一会儿就灸的。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我就下命令了，天天灸半个小时。对，半小时不能够，灸一小时，灸死他，就灸。瞅啥吃呗！不像你们似的没心没肺的，吃的可香了。嗯，哎呀，啥叫有心，啥叫没心？这饭不得吃吗？你讲那么多，你上火有用啊？是不是？你就听我的，该吃吃吧啊！看你都来气。你有能耐给他们捉走了，你再有能耐把他们请回来呀。你白天不去请了吗？这不没请回来啊。哎呀，你呀，你这么的，我现在想去，天也黑了。我明天去，你放心，我要出马肯定是马到功成，我指定把他们接回来。你也别上火，该吃饭吃饭好不好？快吃吧。宋晓峰跟二丫帮咱们卖花，效果不错吧？还行吧，比平时多卖两倍多。这就不错了，毕竟咱们这个鲜花没有他那个山货好卖，而且鲜花对这个储存跟运输的要求特别高。我也是这么想的。哎，不行，咱俩开个直播吧。我发现咱俩不愧是两口子啊，想到一起去了。那你说这直播卖花是你卖花还是我卖呀？咱俩各卖各的呗。那咱俩还分这么清干嘛呀？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夫妻也得这样。那还是听你的吧，咱俩还是各卖各的吧。整得吓人的慌呀！来吧，揪吧。我觉得这东西根本都没有用。不要整的，不行啊！不整的不行啊！你爹这也是为咱俩好，你知道吗？你爹多辛苦啊，给他买的，必须得用啊。
哎呀，哎呀，我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哎呀妈！那，哎呀，哎呀妈，哎呀妈！爸，你怎么在这儿呢？干什么玩意儿你呀？啊，我这吹灰呀、啊！你吹，你不往里吹，你往外吹什么玩意儿？我在里边吹不是不卫生，往外吹不是卫生吗？谁知你在这儿呢？我看你是什么时代，艾灸条，你挺大岁数还挺声呢？真没用！爸，你没事吧？赶紧揪吧，揪！这眼睛，沙丁，这没用，这一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故意的？不是。别笑了。不是，真不是故意的。来吧，咱俩这揪吧。不想揪。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真不想整？对呀、啊，我真不想整。你不想整的话，我有招。啥招啊？张文兴。你是不是早有准备？你早就想好了。他有他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谋。嗯。哎呀，拉东西，这还毛愣愣的。哎，这玩意儿忘藏起来了，你爸知道就废了。你不说你忘了？慢点啊。找着了，走了吧。嗯，行了。哎，什么？不说话吧？我在山庄吃了。嗯，慢点吃啊。哎，你们干啥呀？大队长不吃饭呢。你那走啊？啊。那什么？那小峰那个艾灸条坚持用啊。啊。慢点吃吧。啊。哎呀。王龙呢？哎呦。广坤来了。是，我说王龙呢。哦，小萌在外边呢。他爹，广坤来了，你快坐了，广坤。不坐了，王萌呢？谈业务去了，干啥呀？姓什么意思？啥意思？啥意思？你不知道吗？没吵吵够吧？啊，没时间跟你吵吵。我想问一下啊。王蒙和谢永强领孩子上你来住着了，你是准备短暂的呀，还是要长期的留他们？就为这个事儿。对，那一切随孩子，他愿意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就你的意思就这意思了，想住啥时候就啥时候，是不是？没错。王老七，你要是这么说，你办的就不是人事儿。你说谁不是人？我说你办的就不是人事儿。你把话给我捋明白。捋不明白，我就是这么说的。你办的不是人事儿。你这是又来作来了？我作啥呀？我不跟你吵吵啊！你跟我吵啥？这是我家，你要再跟我大呼小叫的，怎么的？你要打我？来，我请。打电话报警。报警？你随便报。我啥事没干，警察能抓我吗？啊！我啥事没干，凭什么抓我呀？干啥呢？好好说话。好好说啥呀？王亚萌上这来了，看着没有？王老七要长期留他，你长期留他在这住，那是那么回事吗？啊，那是那么回事吗？王亚萌现在是跟我们家做别扭了，对吧？俺们闹别扭出来了，领孩子，领着谢永强，趴上你家来住的了。如果说你王老七要是有正事的老人，你应该劝王小萌，你说小萌你得回去，你不能在这住，你这么住不好，对不对？有事说事，解开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又不能离婚，又不能不过的，对不对？这是你王老七说的人话，你不但不说，我刚才那么问你，你还说啊，怎么的，愿住多久住多久，怎么的？那你就惯着他们呗，你这么做影不影响我们家庭和谐？你拍拍打打，你吓唬谁？我啥吧吓唬你呀？有话好。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谁逼的？你怎么就不知道反思呢？我反思啥？我反思什么？你干啥事儿了？我告诉你，我干啥是怎么的？我干啥是怎么的？我告诉你，怎么的？你能想说两句吗？不用给我吵吵，你吵啥？我只是想把这事儿说明。是说明白了。小萌为什么回来带着孩子？怎么的？为什么回来？你当老人，我当老人正事没有？你守着腾飞说啥了？我说啥了？说啥了？守着腾飞，对着腾龙腾凤说，那不是亲哥，那是我家过日子，我愿意咋说咋说。哥也合计去，我就这么合计了，怎么的？
那王小蒙，你留他在这住就不对。你说那是人事儿，我干的就是人事儿，而你干的不是人事儿。我今天不，你能不能不吵吵？我俩搁这挡不住你们呢。不是挡不住，挡不住不说。放心，庆母，我不跟他打。哎呀，你不用打不打，你打有能你动动我。我跟你讲，我还真不仗你的事儿。不值得。信不信？有能你现在打我。来，你打我。你瞅这，你现在打我。你拿去。我不拿，怎么的？你拿去。我不拿。七哥呀。来，你打我呀！不是你打我呀！来呀！明白呀！行了，你少说两句。说到你这么磨也磨漏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你撒开！你有用吗？永强是我姑爷子，啊、一姑爷半拉儿，他愿意来，愿意住，随时随地欢迎。行啊，王老七，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住二年都正常。矛盾谁激起的？激起来我们得解决你，你这不是积压矛盾的吗？啊，有你这么干的吗？行，王老七啊，你不要再长期住吗？可以。可以，没有告诉谢永强改姓叫王永强，就在你家住了，行不行？那完事儿，我明天老婆子回去把墙扒了，咱俩也上这一住，咱们合一家，这还不让人笑话，对不对？你可找着根了，要不说我们是怎么回事啊？我谢永坤我不怕，对不对？但你亲家母是好人，你还知道亲家母是好人？别说话，你要知道，你亲家母那孩子这么点生下来你亲家母就带，现在说领出就领出来了，你这你亲家母什么心情啊？行了，有没有点人性？你少说两句。我告诉你啊，就给你两天时间，两天王小蒙不回去，我俩就往这一搬一住，记住啊！我告诉你来吧，就两天期限啊。今天来的挺早啊，这么早不行啊？不是不行，你来的时间都不一样，你让我防不胜防。防不胜防，你防我干什么呀？你看，我作为保安，我得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心怀不轨。也不知道谁心怀不轨，说谁谁知道。进不进？啊，进呢，快点啊！消毒工作也是你负责啊？我是幼儿园聘的保健医啊，这个孩子们的健康，这里的卫生我必须负责。你不知道，现在老黄啊是我们幼儿园的专业的保健医生。啊，哎呀，刘叔，你现在换这身打扮，跟黄叔好像啊。怎么呢？有点像双胞胎啊。他姓刘，我姓黄。对，我们俩是硫磺组合，包不了胎。对，但是能包点汤。早啊！方正，能不能别跟着我？啊，我作为保安，我得保护你、护送你，怕你受到危险。这幼儿园里有什么危险呢？啊，往常没有，今天有。天天消毒啊？要不，屋里天天消毒，外面呢三天一次。这个不是小事儿，就是得让孩子呀，在这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学习和成长啊。来了，园长。哎，黄叔。呀，园长，你跟黄叔今天打扮的，好像双胞胎呀。你看。都这么说，要不咱俩就包吧。包是包不上。哎呀，哎，那谁，那个小李来，我这，我凑凑站一下。哎，好，往一块堆。哎，站，好好，别动啊。好嘞，老黄，你给看一看。哦，你看看他俩啊，你看，我看看啊。嗯。清明呢，脸色有点白，平时多吃点银耳啊、萝卜啊。这个梨等等，老黄啊，马上就完了。这个小李老师呢，面色有点黄，应该是消化不太好。平时多吃粗粮、蔬菜、水果。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让啊，你看看他俩像不像，不是看病。我以为你让我给他俩面诊呢，哎，整岔了。职业习惯跟看病没关系，我就说你看他俩，哎，你看他俩有没有夫妻相？啊，真有。园长，嗯，园长，你看我是不是更像？你不行，你属于外星人。外星人是啥意思？园长就是我比白清明强呗？那必须的嘛。赶紧去吧，一会儿孩子们都来了啊！那是什么呀？听见了吗？是我比他强。园长，那我也先去忙了。去，我说再见。好。那我也先回去了。好，好吧。哦。上升起一弯月牙，月牙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人都管月牙叫月老，月老儿转把那个红线扎，红线扎进两颗心，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夜深了，月牙出来了，月圆了，心儿更亮了。今晚夜深人不静，都等着月圆，月圆进咱家吧，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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